回来哦，我最回来过海关，一杯餐今晚的汤带带团，你的海关不是贵县之顶端，为了咱子孙的将来，不惊老的也是老伴，为了咱观音的将来，做伙斗阵来拼事业。一个多礼拜前，我听到这个消息，哇，吓坏了！怎么会到今天发展到今天这个情况？会有一个政府，尤其是县政府，会把你自己的、你的也许说是大儿子或者二儿子不好的东西，将来要给那个老幺或者是下面几个弟妹，这个是不可思议的。这作为一个父母官，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。如果这个炼油厂建在观音，那它最大的就是空气的污染。那这空气污染，就像观音乡亲说的，当然会影响他们人类的健康嘛。可是呢，大家都知道，它这种影响是对生态环境的一个影响，不只是影响人，当然更会影响这个鸟类。就是在重大决策的时候，你不能，政府不能说想怎么去做就去做，基本上它都是要做很重要的评估，还有跟当地居民的沟通，一切都没有问题的时候，那才可以去做他的决策上的一个执行。我们观音乡设立炼油厂，所毒害的不会只有是观音乡的乡民，它的风向和它整个的范围一定是影响整个桃园。来，赶走他，不要让他来，赶走他，不要让他来，赶走他。观音乡民大团结。桃园人啊，莫话，听到因的观音乡问题，不能接受。观音乡乡亲总得做二等县民。第一点，观音乡啊，底下工厂的面积1200公顷以上，占遍你观音乡的面积1/7，其带来污染，对因的乡亲的性命造成动态伤害。老爷你讲，我们不能接受，要誓死反对到底。特生中心已经在呼吁，就农委会已经在呼吁说，这个藻礁是非常宝贵的，赶快希望营建署来划设保设区、保护区。所以我们很希望说，这些事情政府能够赶快去进行。生灵涂炭，观音流泪。我们不要炼油厂，我们不